各位好，来跟一下鹿角蕨。最近都一直没有拍鹿角蕨啊，顺便更新一下，这一颗是我的保罗哦，那长得还不错，那也有一些小苗，目前只有一颗两颗，然后这颗不是，这颗应该是蕨类。对，目前两颗小苗。那其实要罚15真的还不错，这个应该是我同事来抠的吧。这颗是奥蚁，对，奥蚁。那我觉得这颗的话，它看起来是因为它是主培，所以它是双侧芽。你说这边有一颗，这边有一颗，对，这个是主这个是主芽点，然后这个是它的侧芽。我在想说，到底要不要拆，还是说，把这个小苗把它捏掉，就是主要是这颗大颗的这样就好了，还在考虑，就先放着。这颗呢是我的柠檬，柠檬鹿角蕨。今天天气很好，今天天气很好，然后你看到毛毛，就是应该这个是被刮掉的毛毛，然后这颗呢，也不错，它有这一颗、两颗、三颗都是小芽点，然后这些都是小芽点，这也是。放回去，那这一颗就是爪哇，那旁边有些侧芽，可以拿起来吗？应该是可以。哦，有两颗侧芽。那其实爪哇有很多形态的，挂不回去了。爪哇有很多形态，那像这个就是比较宽板一点点的。那下面这一颗呢，看一下是什么。这颗啊，这个叫皮层啊，这颗叫皮层。把它掉回去。那旁边这一颗，看一下，这一颗叫飞马鹿角蕨。其实我这边都是基本款啊，看它长得还不错哈。然后这几天就是我觉得是应该是春天的啦。对啊，可是听说下礼拜又要冷气团下来了，所以目前养在算是户外，然后也没有特别去收它。然后这颗是因为常春藤那北部比较常看到的，一开始就做两三叶而已，那我就觉得怎么养都养不好，所以我就想说我把它用胎球就把它上板，发现它长得非常非常的好，你看叶子都很大，很漂亮。好，这是题外话，把它放回去。然后这个是冯，好、哦，看它的手已经长了很多很多，就是冯的话，就是它的手就是顾名思义会撑开来这样子。对，是买主培的啦，因为主培的比较便宜。那这颗是什么？看一下，这颗是OMO， 这是我上，这是去年那一批，就是我拆啊
拆的那个侧芽，其实它叶子有点垂垂的，所以等一下哈，我会去浇水。然后这个是苏拉维西，苏拉维西鹿角蕨，哦，那现在是长脸了。然后这一颗呢，银蛙，也是上次我把它拆下来测一下，其实它长得都非常好，长得很好。啊，会不会去了？然后后面的话就是我种的一些空气凤梨，其实它这个已经开过花了啦，也都已经开过花了。那这颗呢是比较大颗一点，这颗银鹭胶爪蛙，银鹭胶爪蛙，这是我的那个安象小安象，就是上这些都是我之前上批车拆的一些小芽，那已经长得很大了。好，这里是安象。然后顺便介绍这个，这个就是我的象耳，对，象耳。我把这个水它变大了，所以它长得非常好。那现在这个季节它的都要开始长脸了。对，以前像麦克风，现在变成网球了，很大颗，那现在也都开始长脸了。好，放回去。好，啊，这颗也是我之前银安，就是银鹭胶安利斯。事实上是我拆的一些侧芽，现在大概长那么大了，大颗的我都带回去了啦，因为这边好像空间有限。好，哦，那这个这一颗是我那时候去建国花市买的，那时候芽很小，大概这么小吧，我这边没有要啊，这个的话，它我买的时候大概是这么大，对，然后放了一年它都不长，然后突然，它生两，就是一个芽旁边又有生两个侧芽，所以我就把它砍了。那砍的时候就是放了一年多，它就长成这样子了。对，这是最早期的一个爪蛙。那我跟老板讲说这是普鲁吗？他说不是，它是爪蛙，所以就买起来，而且那时候买很便宜耶，200块。200块，所以我觉得还蛮划算的。好，这就是之前介绍的，就是 OMO， 就是白色恋人，对。这是之前做的，都是小苗。然后这个也是 OMO， 看就知道了，这是 OMO。那这一颗呢，看一下。哦，这个就是塞尔索，这个塞尔索，哦，这个有长一小苗了，看一下这个是什么，这个是，哦，这个也是冯，好像不太像。就是，好，那我这边的话都是一些上次拆的一些苗，小苗，这个一看这个就是 OMO 啊，你看它这么白，对 ，OMO 是七月份它拆的。其实我觉得根系长很好的话，就是你看都很白，啊，都很白，然后。这个是我的蟹蕨啦，啊，因为冬天嘛，它休眠了，所以你看蟹蕨，那你就放着，大概春天的时候它就会
就会再长出来，所以你也不用理它。然后这个就是一样，这个是我的亚猴，亚猴，对，亚猴。就我觉得这么大你也不用担心啊，因为其实你看长得非常好，然后它的手哦也要长出来了，哦你看还蛮漂亮的，对，亚猴。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空凤，这个很可爱哈，卷卷的。然后旁边种草莓，因为今年过年休9天，希望浇完水之后，那这回来的时候应该也不会怎么样啊。对，因为冬天的话就是比较寒冷一点，然后也比较潮湿，所以我比较不会担心啊。那等一下就会浇水咯。已经10天没浇水了，所以北部的天气就是湿湿凉凉的，然后其实不浇水也还好，我长得还不错。